家好，我们是爱塔不累。今天是除夕，我们正在准备要拜拜的东西哦，有鱼、有鸡、有肉，还有各式的青菜。现在这里在煮萝卜汤，隔壁这一大锅则是常年菜。等待拜拜的空档，让 Aaron 和 Ivanka 练习用键盘打英文字，看着英文的读本，然后来打字，其实也蛮有乐趣的哦。就消除啊，没打错就把它删除，再重来一次。拜吃完午餐之后，时间来到了下午，开始来做最后的整理。Ivanka正在洗刷自己的拖鞋，为了避免争先恐后，所以Ivanka先洗完之后，现在换 Aaron 在洗他的拖鞋。按照往年的惯例，我们都是两边的阿公阿嬷一起吃饭，然后一个家庭准备两道菜，所以餐点超丰盛的。像这次有芦笋丝啊，然后炖那个常年菜，然后现在看到的是清炒虾子，还有白菜炖牛肉丸，香煎的那个骰子牛，跟这个是什么？满满的乌鱼子，过年一定要吃乌鱼子。然后中间这一碗则是淋肠肉，跟加上那个香煎干贝，还有卤豆干，跟绍兴醉鸡腿。最后呢是像馆子的清蒸鲈鱼，是不是很丰盛啊？Ivanka的六岁生日恰巧是在大年初一，所以我们就利用除夕大家聚在一起的机会再庆一次生咯。 Costco 的蛋糕很可以耶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请一个好，别来，张婷，啊，这样叫我先亲了。新年快乐，本来就是啊。来，下接下来，哎，小安嘞，小安进来，来，小安这边，然后他阿公，他也有红包要给你。来，可惜，超乱的。好，张婷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再来哦！自己有写名字，你自己看啊。还有，再来，这个是，谢谢。三神佛。哦。新年快乐！哦，等一下，他给你的，新年快乐。你等一下，还没有。大哥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来。啊，谢谢。谢谢，也在给。选一个哦，等一下再开哦，先选一个，等一下再开哦，可以吗？好，好，先在旁边坐好，下一个换那个伊凡卡。然后 Aaron，
等一下再开哦。找换旧吗？你让我抽头一次。大家要学的。好，画补。那你的嘞？你在哪里？这个。换我。给我。等等。哎，你跑去哪了？换画工。好，我们现在来。里面的有的是有钱，有的没钱。如果你抽到没钱的话，就要看谁抽到有钱，要给他那个钱。拍三张鬼，上传 FB。橘子，拍三张鬼，上传 FB。你也是吗？这就是我们的除夕夜，在一片欢笑声与吃吃喝喝之下度过哦。